学会扫面跑，你必成为什么速读高手。我们开始吧。哦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好，这个是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两个有四，所以这不能有四，这不能有四，这不能有四，这就是四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再来呢，再来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下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再来呢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八下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再来呢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，好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哈，这个八下来，这个八下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再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再来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是八。哦，八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来 B 十力是什么配哈？八三配，八三配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三来，啊，来再来呢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下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哈 A 十力是八四配二多疑的哈。那我们来看第七宫哈，这个五三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就我们说可以判定是五三配哈。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哦 ，A 十力是什么？五三配哈 ，OK， 七多疑的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哦，再来呢？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哦，再来呢？这个五杀下来，哦，这。好，这个五杀下来，这里再五过来说，这两个有五，这不能有五，这不能有五，这不能有五，这就是五。好，那我们看 B 十力哈 ，B 十力是什么配？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五多疑的，那五多疑表示了六七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六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六。好，这两个六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六七啊，六七配哈。所以怎么样？既然六七配，这两个都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什么？六。OK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我们看 A1 是什么配哦，六五配，六五配，六五配哈，三多疑那就九二配哦，那这也不知道放哪里哈。OK， 那我们看第九列来说是它一六九哈，这边有六九放什么一。好，那我们知道 A 十力哈。是什么配哈？因为这个九过来就九六配哈，九六配。好，这边呢是要九六配，那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列差多少？一四七哈，这边不能放四，这边也不能放四，这就哈就放什么？四。这边不能放七，就放什么？一，这就放什么七 ，OK 哈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这个七杀上来，哈，这里一定有七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
七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宫哈，第一宫是不是六五三八七哈？来，那这边是一，第二宫是一四七嘛？那我们可以判定什么？七一配哈，这个就是一啊。但是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 ，OK， 好，那再来呢？我们再来看这个七杀下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杀上来，哈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，哈。再来杀三七哦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那我们刚刚说的 A one 是什么？七一配，这边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一，再差一个就是什么？是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这个是杀下来，这个是过来，哈。来，再来一次哈，这个四上来，这个四下来，哈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四 ，OK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，在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啊。那我们就来改定了，我们刚刚说只有八二配嘛，现在是什么三个一样，八二四二八四八二四，这边三五七，这边就是应该是三，那应该还有一个什么一九六哈，一九这边有一就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一啊，那一九六哈，这个这边呢，这边有一就放什么六，这就放什么一啊？那边面这边就不知道，没办法确定哈。OK 哈，扫面网厉害的就这样哈。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什么配？三一配，三一配。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这个四上上来，这个四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四？好。B one 是什么配呢？六四配，六四配哈。这边有六，不能放六，这边就放什么六。好，那也是什么配呢？哈，也是什么配？来七就来上来收收是吧？七二配，七二配哈。这边就是什么二，这也是什么二 ？OK。哦，那也是什么配呢？啊、哦，我们看一下哈 ，B two 来说哈，哦，你看这边七二配，这边也什么七二配哈、哦，你看这边也七二配哈、哦、，OK， 那B two 也是什么一八配八一配哈、哦，那这边也是没办法放，不知道放哪里哈。哦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五杀下来，这个五杀上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、哦。好，那再继续杀过去，连说完一样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、哦。啊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三杀上来，这个三杀下来，哈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三。OK， 那再来呢？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一？再来呢？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就是什么一？好、哦，再来呢？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啊。哦一怎么样？一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A two 是什么配哈？一四配，一四配，一四配，八多疑的跟什么五多疑的哈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二过来哈，这个二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，那这个二再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，好，那我们知道六二配六二配哈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六，A two 是六二配，再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九。好，那这个九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九。那这个差一个，刚说一六九嘛，这个就是六。OK。那 A2 也是什么配啊哈？七九配七九配，这个就是九。这个也是什么？九。OK， 那这边呢？好，差一个哈，就是什么？也是九。啊，那这个九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九，这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时间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数读顺序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